龙山地铁站外有个地方充满了草根生活气息，人气兴旺，那就是位于红山弄的红山市场。这里的巴沙和小贩中心照料着红山弄居民的饮食温饱，陪伴一代又一代的红山人走过了岁月。附近的七楼祖屋是红山弄的地标，当地老居民喜欢叫他们为七楼厝、七老厝。被现代高楼包围的七楼祖屋群现在显得格外矮小，却是历史最悠久的，从1955年就伫立在这里了，好些人也在这儿度过了大半辈子。黄秀英和已经过世的丈夫曾经是红山弄的小贩，靠着卖炒粿条养大了11个儿女，其中3个是厨师。我的第二的儿子啊，他做酒楼，最小的儿子啊也是做餐馆啊。老妈妈的二儿子是新加坡顶尖国厨，已经过世，小儿子则是本地著名酒店的大厨。他们都是从小在父母的厨艺熏陶之下踏上料理之路，甚至青出于蓝。这个我的儿子第二的，他不在了，大连了，他做新加坡的厨师工会里面做头了，管理了，新加坡的活动就是他管的。自己的儿子当然想了，每次讲到他就要流眼泪。86岁的老妈妈总是缅怀过去的点点滴滴，每天总要到红山市场走走。这个名叫坤记的摊子是黄秀英留下的生活遗产，现在由三儿子杜天德继承，专卖大虾排骨面。杜天德的专长其实是烹调西餐和日式料理，曾经是本地日本餐馆的厨师，也被派到澳洲、美国、意大利、南非等不同国家担任铁板烧和鱼生师傅。在国外工作了20多年后，回国接手老摊位时简直是一场震荡。以前我在澳大利亚4:30下午到晚上10:30，6个小时的，我一回来的时候感觉是很好，不过呢第二天呢，在我到我们的店里面啊，看到啊，哇，这样吵，这样热，第一分别就给我很不好的印象了。因为外国又来人家吃东西，没有这样吵，没有这样热闹。杜天德毅然为了家人而放弃国外的事业，回来当小贩，这是因为他认真看待对家人的承诺。在外国待了太久了，他们借这个原因来叫我回来，而且我妈妈也是老了，他们要做一个排骨下面和炒粿条，我妹妹一个人做不了这样多的事情。当时我就跟他们讲，如果你需要我，你要我回来，我就回来。杜天德很快地融入了小贩中心，当时一个摊位里小妹负责炒粿条，她就负责发扬国厨二哥传授的大虾排骨面，当中最讲究的汤头是用炸葱头、蒜头、冰糖、炒过的虾头和排骨熬出来的。擅长日式料理的她还把利落的刀法用在料理大虾排骨面的过程中。因为我做铁板烧一路来刀法很厉害，在那个铁板啊，人家围着我坐在那边，我都站在中间啊，炒啊，有丢有抛东西啊，根本不可以差错了。刀类要切东西，眼睛要看得很准才下刀。我做这个虾啊，我喜欢要弄清洁它，因为不管你多新鲜多好吃，内脏有沙，人家感觉就不好了。我们的虾呢，必须要拿新鲜的深海虾比较好，煮起来上汤啊，就比较新鲜一点，比较好吃。好，他们的真的很虚和，而且很公道，它虾很新鲜。
天德的妹妹玉珍，在母亲的档口炒粿条长达34年，是兄弟姐妹当中炒得最久的。可是由于身体不好，决定不炒粿条，偶尔来帮三哥卖虾面。从小就帮忙母亲红啊包啊这些啦，17岁这样我就开始炒了，今年都51了。那粿条暂时休息是因为我人不舒服，暂时休息啦，以后才看怎样，先调养身体先啦。玉珍收起了锅铲，老顾客吃不到炒粿条总是觉得失落，一见到老妈妈说起她的独门特调酱油炒粿条，不免回味。那以前就炒粿条的嘞，啊，50年的有啊，炒粿条来的嘞，50年的有啊，50年的历史了嘞。这炒的跟人家不同的嘞，我们跟别的地方不同的，真的不骗你的，真的。我们的酱油自己煮的，买回来还要放料下去煮，不可以吧？一直买来这样炒不可以的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红山的小贩中心还是一片空地时，没有牌照的流动小贩在这里边做生意边躲避稽查员，俗称跑地牛。黄秀英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小贩生涯。我以前炒粿条是推车的，政府好什么要来抓你们哦，我们就要快点推跑了，一个早上很怕，不敢睡觉。妈妈风味的炒粿条，现在却可能因为妹妹的健康问题而面临终结。天德虽然觉得可惜，也只能坦然地看待。我自己一个人就做不了，我如果请人他不专心炒，我宁肯不要，炒得不好吃，人家不会来了。坤记招牌代表着杜家，维护声望极其重要。就算没有了炒粿条，他们还有家传的大虾排骨面。天德决定好好经营这个摊子，希望他像自己的大家庭一样开枝散叶。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我会做跟虾有关系的食物，把它搞大起来。就是年轻人做什么就是他的自由啦，最好啊自己要创出来什么东西自己做就好了，我们也不可以给他压力大啦。从国外回来后和家人团聚了好些时日，天德也决定不再离开。草根市井里卧虎藏龙，红山市场里有歌王和铁人。充满你寂寞的夜